美国卫生部长阿扎率团访问台湾，将会同台湾嘅卫生部门签署合作备忘录。阿扎今日傍晚抵台，星期一同总统蔡英文、外长吴钊燮同埋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会面。陈时中透露，台美双方星期一会签署合作备忘录，详情之后会公布。双方亦都会讨论医疗卫生同埋物资交流。 台湾传媒报道，阿扎星期三会到台北宾馆吊唁前总统李登辉，同日结束行政。阿扎系1979年以嚟访台嘅最高层级美国官员。